我着火了！上前一步，前方突击！我操！我这个西服给我松不下来。他妈一下炸了，我这个怎么是西部 Q 啊？复仇跟在你身后一步之遥。这炸很伤的。我因为我啥吧，我刚好西部 Q 的时候，他交了位移，他交了个 Q， 但狼人这个 Q 不会说你位移多远我就跟多远，他是会跟的比你的位移会稍远一点，我一下就跟出去了。哇，这下我心态挺受影响，因为坑队友，我只要干坑队友的事我就会紧张，就会非常不自然。然后就像这波一级拼的也是失误蛮大的。因为我家队友受影响较多一点，然后开野肯定会慢，然后我打鳄鱼的话在打野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的情况下，本来我这把波儿又是不利于打鳄鱼的波儿，我还这么玩，有点自己把自己送到火葬场的味儿。Nice， 兄弟，这波直接打出一波联赛级配合。因为鳄鱼刚刚 W 好了，然后我有点担心被鳄鱼 W 到秒，但是如果说他俩只要这个技能交到了拉夫身上一点，你该害怕的不是野兽。确实不好越的，你越一个一大波兵线的鳄鱼，妈的装你妈你在。哎呦，我真他妈的，我这个大放的呀，这个大放的太蠢了。我还没走过去，这波我直接追瞎子好了。
打个鱼没有法力流，现在就会导致换血的时候总是不舍得开技能。哎，因为这把咱也不知道到底是鳄鱼中还是说六文中。其实以后看到鳄鱼我就该带打鳄鱼那套了。不然打鳄鱼太难打了，你优势等于白忙活。这把队友给我那么大优势，虽然说有我那波空大的原因，但我说实话，我要是有更多的蓝，就不会说让自己的血量出现到那种情况。Nice， 我觉得拉夫是真他妈狠。我险就成功了。上头了呀！看着你流血。何玉没交 TP 九 OK。这波格局也好狠，我冲进去他妈的我只能打到泰坦太伤，这个恐惧配星妈直接打了一个发，直接打了一个阿木木的大，兄弟，这波恐惧配星妈直接打了个阿木木的大，我眩晕了呀。这把铁是三级头的，不会说考虑着振奋，但是啊，有星妈，所以就哎换一换，因为这个有星妈嘛，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振奋更香一点。我要是带的是那个没带凯旋，我这把就会坚定不移的选择三级头。哎，我这个大他喵了个蜜的呀，好气啊！小鳄鱼走一半不走了，他走半道，而且距离有点不够，太丑。
瞅一半不走了都不往前走，他想回头再看一看还有没有打叔叔的机会。我是 MVP 啊，这把是 MVP 不知道给谁了吧。我为啥是 MVP 啊？退场。